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电流急急棒更新版。好，来，这个更便宜哈，好，更劳作型。好，那如果不小心碰到的话，就会有很扰人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小朋友就会很讨厌这个声音，他就不会去碰到哈。然后我们看怎么做嘞？好，这个原理是这样哈，这边是 USB， 你可以接行动电源，然后呢，一端只要接一个蜂鸣器就好了。然后蜂鸣器的这边有正负极，蜂鸣器就是这边接 USB 的正极，然后负极两边接出来，一端接笔，好啊，笔的内侧就是铁丝，然后一端接轨道也是铁丝做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做，就是这边 USB 出来，好，看一下哦，好，接这个叫有源蜂鸣器，那还没有标签还没有撕起来，还有正负极，你就可以跟这边的正负极接。然后一端有没有？一端接这个铁，就是这边都是整个导电，一端接轨道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轨道，然后另外一端就是接笔，好，那笔的中间就是铁丝，好，所以我们再玩一次给大家看，它声音就会很大，好，不小心碰到的话，好，就会有声音出来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整个劳作版的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图。